约翰的报，第二，我现在看到三位，四位。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恶鬼道地狱道，当然不是讲全部。大死来了也洗劫一空，警察把你拦下来，请 drive license 拿出来，然后看到你的皮夹，啪就抢走了。你再打电话报警察，再那个警察装模作样，是让坏人一塌糊涂。因为还没洗干净，畜生的习性还在。所以前几天有个女孩子一讲约翰尼斯堡，把我吓坏了。我马上跟她说，你最好不要往约翰尼斯堡走。我很语重心长的，好像就是靠我妹马上发生事了。现在回头讲火车，前两天看报纸想报案，在火车空箱子，这母亲真是糊涂啊，素糊啊，女儿要教嘛，她小孩子她不懂啊，这伤害要怎么办呢？我希望台湾的大法师大神父每天的语重心长，纵身没有钱，一块钱跌倒英雄好汉了，怎么想办法帮他赚钱？好的老师不要误人子弟，倒过来讲，坏的老师每天你们众生需要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你相不相信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劲儿了，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。至于我常常不睡觉的，所谓不睡觉，不是吃了撑着没事干，很忙，我们要带动一下气氛，好像很沮丧，我没有沮丧，我很高兴，忙不笑，轻声细语，不认识的人不必举手，不必起哄，否则我一天睡四个小时的请举手。算一算有差不多二十几位，我没大概数啊，没关系，表示新面孔很多，我也今天看到很多新面孔。心法佛法难闻，心法难求啊。回家想一想，我已经说了，包道也是隧道，我讲的不是男女，不要往外的地方去想，大家睡着了要醒一醒，不要又出去断章取义，那个叫什么师父善道说他要是睡着，我是语重心长的希望你们醒，睡着睡着，因为我知道今天如果开骂的话，很多人都跑掉了，甚至会被揍。如果我以 Chinese 功夫的话，我这一拳出去的话，曾经玻璃打破了，手并没有受伤。我这一生打过三十几个人，只有一次赔八万新台币，要证据没问题，给请示给大家看，因为有些人真的不骗你，劝揍，逼着我打架，不跟女生那样旧头发，我通通是抄家伙，所以我的枪法非常的真的。我的枪法也还不错，虽然我没当过兵，美国可以到八成嘛，这个力量控制得很好，小李飞刀也不错。我曾经一年半，我先讲都没出家之前的事儿，晚上夜夜磨刀，夜了一年多，准备上场十多个人，杀了自己治疗。我是中间真是这样，你只要一拍桌子我就扇桌子，要笑我讲的是真的，我能出家大家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可真不是好惹的。这样的一个人出家以后言行是一致，没有欺骗众生，我不是讲的笑话，真的，我的刀法也不错，我刚才已经讲了嘛，大本已经出来，肠子出来，为什么？也就你们南部的人，他更多称心理，
在1409 Delma Avenue Sangerville 就是洛杉矶，就是这边的人，就是南部的人，去到纽约。他跟我澄清，他跟我说的，他没有陪我马飞，不需要陪我马飞。他说曾经一路跟师傅见面，一下子就是我是大哥大姐的，很好笑的。大家不要当笑话听，我真的在临终现场的讲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打了39针，我不像你们还这样弄头发，直接有什么就直接朝什么家伙，我就打算好了。原话，这个原话，给大家挥个手。他一进门，我跟他说了，你老子是皇帝，我平民老百姓，我先杀了你，你老子再砍我的头，我赚到了，搞清楚，我还是在动作。大家会不熟悉，师父怎么老用杀的东西，你们就是每天没有杀生的念头，所以会这么惨兮兮，穷都穷，自杀都自杀，自己要的东西要不到。今天哪个人敢跟我讲，我到庙里是无怨无悔，我什么都不求。我今天请报名，我会查，我弄清楚了，你比我还亲近，我给你390叩，我认你为师父，绝不失礼，我认你名利你不看透。贪嗔痴慢疑五毒你都消灭了，我都知道我还有某种程度的霸气的，虽然不是恶的，是善的，这还要了了分明去掉啊。为什么我刚才讲杀？杀这个字请你也搞清楚，旁边是什么？咱们炎黄子孙，你我都中国人了，不管你是外省、本省，还是蓝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白的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在呼吸。那个蛙鸣，我觉得它挺好玩的，老先生，《自由时报》的发行人。最后他送我到电梯，他说啊，请大家呼吸，请大家呼吸。我觉得那个老头挺好玩的，请大家呼吸，请大家呼吸。郭玉成有这回事吧？有啊，因为我记忆特好，我这一辈子没有电话簿子。如果狗仔队拍到了，请开价，我或许有能耐哦，会变钱哦，赔偿，法官条约。我真的很想要大家不要来听我所谓的讲话。林语堂先生说得好，应该演讲是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，越短越好。可我不是演讲，我是想要看大家好，好，好了再好，这是我出家的目的。我出家的目的如果是要名要利的话，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，大可不必走这个路线。太多人，包括我有血缘关系的等等的，看我的直摇头，因为他不知道我要什么。我要的是绝对不是讲好听的，绝对不是讲美言的。我看到别人吃得饱穿得暖，读好多的书，我心情那个高兴，那个喜悦，哇，真的是很高兴的。可是看到大家几乎都在睡觉，急呀，急呀！我现在呢，仰仗我们台北的团队，他们都是精英，哈佛的、台大的什么的，然后他们也都真的是正人君子。尤其是我们的董事长领头，他也是个正信的人，希望透过他们的这个传播，他们的必然找来的青年英俊女中豪杰，把这个心法快快弘扬出去，不要咬嘴我。